面又變咗個貨物。有些用錢買到的，譬如這些就用錢買的，但是譬如這個 Swatch 那個就送的，這個 Closing Ceremony 這個呢就是要去看閉幕禮嗰陣時候，佢送埋俾我哋咯。咁呢啲就員工先要有。咁譬如好似呢個係我去柏林影展做嘢嗰陣時係送嘅。咁有啲係即係咯，有啲買唔到嘅。但就有人即係睇下有緣人啦，會唔會有興趣攞翻屋企？你想勾啊？勾啊！你話勾嗰啲？嗰啲唔係我，所有冇乜嘢係我諗。印度，咁咧住喺東南亞地方嘅，咁又有沙灘巾啦，海報啦，殼枕啦，鞋啦，跟住一啲飾品啦，各色其色，應有盡有。今日好冇生意？今日 OK 嘅，多謝。